너무 좋았어요. 我就发现，在我的镜头里，他的笑容都格外的可爱。안녕하세요타오입니다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with Park Kale. Thank you. 당연씨가 소개시켜주신대로 영화헤어질결심을함께한배우박혜일입니다반갑습니다촬영이끝난지어느덧1년이좀지난상황인데그이후로탕현씨를정말만난적이없었어요그래서너무보고싶었어요 칸영화제에와서탕현씨를오랜만에봐서너무반갑고기쁘고좋아요네 我那天那天我在见到他，我就看到一张照片，是我那天见到他那一瞬间，人家拍下来的。看了一眼，把我自己吓一跳，那个眼神是全是光。还有就是他很喜欢拍，就是我喜欢拍，有时候拍他的笑容，我就发现，在我的镜头里，他的笑容都格外的可爱。한해차한해차찍어가면서또한해차한해차를지워가는느낌이아쉽기도하지만또기쁘기도하고하루하루찍어가는게자체가좋았어요그냥그전체호흡기간이런것들이통으로좋았던것같아요상혜씨와저를포함한진짜매력있는배우분들의그섬세한그미묘한그감정들을잘따라오시는재미가클것같고그리고또하나는박찬욱감독님이만들어놓은프레임안에서의배경이라든가작은소품하나하나하나까지즐길수있는그런미장센적어도한두번정도는보시면좀더진한영혼을느끼실수있을거라고생각이듭니다其实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沉浸式沉下的沉浸把那个浸到水里边去沉浸式的特别适合观众沉浸式的去感受里边的东西，所以进影院之前把什么东西都忘掉了，就进去慢慢跟着我们俩走就好了。在里面可以去听，朴海去听海俊的声音，然后去感受我们的，那一点点的，在每一个每一个场景里面，每一个镜头里面微妙的变化，会让你。怎么说呢？很过瘾的，反正真的是我看了三遍，还在不停的发现有一些我恍然大悟的点。哇，你一定要看！너무좋았어요 처음에는언어적소통을해야되기때문에낯설기도하고했는데역시좋은배우라고생각이든건상현씨가너무마음을활짝열어주고저랑도잘맞아주었고감독님또한저한테그래주셨기때문에너무행복했고미세한호흡조차도잘감지해서엄청나게그연기를아주행복하게해냈던것같습니다他以前韩瑞以前是也是从舞台开始的那我也是从舞台开始的而且我们俩我发现还都挺喜欢大自然喜欢自己去动手种一些蔬菜啊什么的都是热爱生活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到后来是变成并不需要太多的交流之间的一个眼神其实这都可以理解了서로텃밭을가꾸는사이입니다각자의공간에서먹을식량을생산한해내는공통점이있었죠박찬욱감독님의영화헤어질결심으로저와탕혜씨와같이칸영화제권위있는영화제에와서처음으로분들한테스크린을통해서저영화를소개했는데요여러분들께스크린으로초대해서이영화를빨리보여주고싶은심정입니다조금만기다려주시고요많은관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This is a beautiful movie and very special so I hope you will enjoy it in the cinema and see you soon Bye
我们该转成另外一个，我们是那个叫种地节目，所以我说我们俩是农夫 couple。